鹿晗，来吃饭了。好的，妈妈。哇，妈妈，今天什么日啊？做了那么多的好吃的。今天星期天，难得回来一次，妈妈给你做的都是你最爱吃的菜。妈妈，你真好。多想把爹娘青春挽留，恨透时光这么快的走。咦，你这孩子夹那么多菜干嘛呀？妈妈，你今天做了那么多的好吃的，我想让我太奶奶也尝一尝。咦，妈妈都没想起来，鹿晗真棒。那你赶紧趁热给你太奶奶送过去吧。妈妈，你真好，等你老了，我要这样孝敬你。鹿晗，你慢点，别走那么快。妈妈，我知道了。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摆善孝为业，他们为我们曹姥姥打扮呗，他们辛苦了，好好孝敬他们，谢谢。